伴，我们现在在测试这个麦克风的距离。我们现在在高铁上面啊，高铁，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声音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试一下这个 BOSS 的降噪耳机，我们戴上去看看。我们先不开机，戴上去看看。我还是戴上去之后，其实还是听得到那轰轰轰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开机啊。Battery 90%, connected to J iPhone 7 Plus. 好，这时候它就会连接到我的手机啦。那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，这个的这个环境噪音应该会少不少哦。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，是外面的声音，是里面的声音。好，这个关掉降噪之后的声音，然后再开起来。Battery 90%, connected to J iPhone 7 Plus.